然后呢，我今天就要把这个来把它打开。这个是买的配件包啦，基本上它因为它包过来哦，包这个有点乱。来，我这个打开，啊，配件包表。这两包哦，感觉是一样的，就是两节车厢，然后有四个轨道，再加四个盘子，因为它一节车厢是配两个盘子。那我有加购一组配件。那它这个在网络上面卖的话，就是豪华版。豪华版的话，它就是有三个寿司模型，三组寿司模型，然后一组充电电池，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组配件。那其实它真正的这个里面呢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一盒。那一盒里面这是基本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买基本款的话，它就是配这一盒。那这一盒里面的话呢，就是那轨道，然后车厢，车厢的话是三个车厢，所以三个车厢的话就是配六个盘子。然后呢，这是重点，就是它的火车头，这是它的火车头。所以，总共的配件就是这样子。那基本款的话，就是轨道，再来六个盘子，三节车厢，加上一个火车头。好，然后加上一组，其实就还有加上一组这个，就是说你买一组就是它其实会送一个这个寿司的配件包。那当成小朋友的玩具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寿司的配件包。那我买的话，它就是它有网络上有分豪华版，豪华版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有再多送一个，再多附加一个，不是说送，就多附加一组这样子，跟两个寿司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再另外再购这样，所以我有七节车厢。不过听说好像七节车厢如果摆满盘的时候，可能会拉不动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就要把它组合起来，然后来试试看。那这个是轨道的部分，我就先把它打开。基本上我认为我的桌子是不够的，我在想说我的桌子应该不太够，因为可能它原来的大小的轨道可能就不太够用。那不知道加上豪华版的，再还够不够用？它可能我在自己加购的部分也都不够，我来比比看。来把它装起来。其实还蛮好装。火车头它基本上就是，它有给一组充电电池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充电。那其实我当时候在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如果它是车头整个要充电的话，那吃到一半没电的不是尴尬？它有附个小头来吧，因为我看了好像它这个要用的时候呢，这个电池必须要拆头来吧，所以你吃到一半没有电，那就很棒。让他给他走看了。那这个速度还可以哦，就是大概像我们吃回转寿司的速度。只是说，我现在要开始拆他的，我现在要开始拆他的车厢。我在买的时候，他标榜说，他们做是希望做到不必用到任何的螺
湿。那其实刚才我发现车头换电池的地方呢，事实上还是。在网络上面看过，大部分就是大组的钓鱼机，就是说其实它是加上配件包一组，那加上它原本的三个哦，蛮长的，七节塞蛮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那我们就把它给放上来好了，这轨道上，让它试试看。哇，这个火车头有点重量，当然是相较于其他车上比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给开动。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还 OK 啦，还 OK。放盘子的状况也蛮。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，火车在走的过程当中是平稳的吗？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它走的是非常平稳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我盘子放在上面不会晃来晃去吗？食物在上面的话不会晃来晃去吗？那盘子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它这个盘子呢是有一个沟槽的。好，那为什么火车在走的时候也是稳的呢？基本上呢是取决于它的设计，它这个里面有一圈轮子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轮子。那整个轨道的设计的话呢，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它是很稳的。我这样子左右它是卡死的，它不会因为走动而脱轨，所以它放上去的时候呢是非常稳定，不会左右歪的。那加上它其实它走的速度不会快，不会快，所以更能够让食物放上去的时候，它呈现的是稳定的状态。你就是不能够直接伸手去夹中间的，你一定要把它放到火车上面，而且等它转一圈回来才可以吃，而且你要转到你的面前你才可以吃，这样才叫做吃回转寿司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很白痴哦，放上去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这里的寿司你如果买1000块哦，在回转寿司吃的话，它收你2000块，这个就是回转寿司的乐趣。啊，这台小火车基本上呢，我建议大家，如果行有余力，你可以买2组小，再加一个配件包，让它一个，就是说你买一个豪华版，再加1组正常版，这样的一个车头拉4个车厢，那同时在轨道上面跑，那轨道组起来就差不多是这样。那如果说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加配件包，轨道就会变大。可是呢，桌子也必须要有够大，像我这边的，其实我是少装2节轨道。那基本上这次虽然感觉吃得很慢，但是呢还蛮有趣的，所以推不推荐大家买呢？我不做商品推荐，但是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它的有趣的程度。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不喜欢吃饭的，其实呢偶尔啊用这样子的招数来吸引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边，拜拜，拜拜。